心，有这条灵性，恢复天意的清灵。咱是顺家现世经，这个天意爱予咱顺会定。五娘啊，伊爱咱会现。我是心的本性，顺着清净咱的原形，一点的运的灵性，咱只有转嫁这么清的心，无形伊的灵性，爱予咱顺无度咱的界。我爱是这条清净的心。转过到无形的原神，是咱爱清净的天，助咱搁再恢复的心，灵魂的天性，是咱转加稳定的心灵。我有落家的灵气，是这点清净归元灵。拢是显明的灵气，咱再来讲悟出先天的心。我以这点的灵性，拢是顺母通灵，是咱道家的灵性。母娘啊，伊爱予咱真稳的心，伫咱在世间的本性。咱只有转到通天的灵魂，真法拢是天的灵性啊！咱爱对会出来这尊神，因为无形界只有用着空来代表着咱的心。母啊，伊爱咱有这条灵气，定家己的心自在。是咱以原始的灵魂，咱再来讲顺母通灵。我有这条清净的法性，直通无这么清净，拢是现世的灵魂。我会当入净这个灵气，转到这么顺的心，无应该。只有你用着心，走向先天，咱这条灵魂呢，无形伊的法性，咱爱只有直传先天神，拢是显明的法界。你再来讲向咱清净自在，真理是天灵性。爱咱转来现的情，是咱顺母的灵气，这点则是咱的天性。爱咱回母清净，是咱顺甲这么稳的关系。无形伊的灵性，咱爱只有献开清咱的心。一条有稳的灵气，咱只有献咱顺母的心，在世间，我着要有一条清甲原来，咱叫做母娘啊，伊的心。这个天意爱咱会当直通，咱原来这个母心，这是咱清净的天界。对着咱的灵魂，自自在在，上苍的天意，爱咱劳灵顺无神，这是咱传法的正灵啊，拢是原始的灵界。我再来讲这尔啊种的心定落来，一点有稳的天。咱才会当度咱顺家的心，无形伊的灵气，
就顺着通灵的心，我有这点灵气，是咱顺家的心。无形伊是清净的，所以讲我讲的是对母爱的真心。这个天意只有咱的天心，天心就是母心，母心就是共一心。这是咱传法的灵性，走向这条原始的天心，一条有稳的灵性。咱只有向着天来讲心啦，真法是天灵的境界，现落灵魂则是神主宰啦。灵源是天灵气，开发这点是上天神，真理是应天源。无形是定落心，放开清净，咱的性啊，现伫原来这点意，咱只有多灵会清净，灵魂若照无缘，倒转清净的心，灵源是天灵性。开咱稳定是现世心，上苍有一点灵，因要扭扭转的正，现咱一条正法界，上苍有定是原来啊，真灵是天性，转咱有稳是天命。道咱原来是天意，清净则是顺天。咱有一点正法界，老母讲咱清净原心在，恢复一条清天命，转咱有稳现世心。灵源是天灵在，恢复正法是天源来。道灵见妙则是灵气，青天是灵天在，道灵是原心来。无形出家是天意，将咱无形转正。这个天意只有母娘这条灵性，因为在世间，咱那个母啊相同的心态，母啊伊和我是正甲咱的原来，伊会伫咱即马做人，你讲的即间去，咱就知影讲母娘啊，伊住伫倒位啊，咱伫即马咧讲的话。咱的心是伫目睭中，耳排咱的中，头壳的中，所以讲咱就知影讲，迄个玄门，迄个心，伊住伫倒位啊？因咱的气有清嘛，心伊就会明啊。啊，咱个人就即种体会感觉出来啊。今日咱利用着即个身躯，用着即个色体。肉体、身体，安尼咱就知影讲内底迄个灵魂的作用。今仔日咱咧靠这个肉体暂时性的，引着咱即马慢慢的进入着正常、经常、影像，这才是咱咧讲的精神。啊，若无你唔知影讲咱的玄门关的重要，即阵神的重要。所以讲，咱个人体会，你就知影讲母娘咧降价，伊住伫倒啊。爱则是讲咱即马自性通本性，迄点真啊。真理是天灵的清净，上苍则是灵性。有咱一点正法心，
落伫清净咱的元灵，有咱一条现世的天理。咱再来讲顺家这么清净的神，咱拢是对现嘛，咱才有这么明的心性。今天的个人爱显现，现就是明，现就是当下。安尼，咱才会当讲灵魂的灵性。咱甲母娘啊是相共，原来啊，这个道源就对啊。咱咧讲就讲母啊，予咱这个见证就对啊。是咱以这条灵天的神啊，咱再来讲顺家的本性啊。我爱是得通先天的灵魂，母娘啊，甲我讲，就是要我知。但是我用着闽南语讲的，就是要咱即马遮个有缘的师兄师姐听，甲遮个无形界会知影这个意思，安尼尔尔。所以讲，我是尽量代表母娘啊，伊无的这种声音、这种话语，但是心传心嘛，我才会当用着口传口啊，吼、哦，这个意义出来。在我心内底，我若卖讲，啊，就敢若我知影了尔。但是这个时阵，母娘伊爱我知影讲这个秘意，啊，将着咱今嘛，我所有接受的母娘交代，这个秘意该拍开啊。所以讲过去拢讲这是天机啊，不可漏泄有无？但是母娘伊慈悲啊，伊爱咱每一个人成长，你所有行甲。现主持的抗战就是境界素质的意思，所以说我只有照母娘的性质就对了，性质就是很神圣的话，这样来传现路是灵天的心，爱我们转的情的心，是我们原始这点灵气，我们说到这么顺的心定，伫咧传法啦，无一定讲你着爱讲真悬陌生遐字啦，是咱咧讲互家己知影，众神知影，咱遮个祖先知影，旁边遮个师兄师姐体会会较深个内底，这才是重要啦。道理着是要互你知影，甲你上解会感觉会清楚。家己会当家己见知，安尼上解重要啦。你知影了，你才有法度去做啊。做甲亲像这个程度，你就了解啊。哦，母娘伊就是这么清，咱才爱甲倒转来。咱这个无私、无心、无心就是自然啊。咱这个心放会出来啊，你这个心讲会端正。安尼才有这个光的力啦，亲像太阳安尼就对啦。伊都拢是光的啊，伊也免讲我怎有光无光啊，就是自然出来物件，安尼才会永久啊。啊，今日就是要学咱老母啊，这么自然有无？伊拢有这种力量存在啦。现道是灵天的事，咱爱。是清净的气啊，是咱爱有这么顺家的心，这是咱的灵魂啊，啊，灵魂本来就是具足的啊，所以讲，咱灵魂本来就是坐正的，坐正的是啥？大家拢是平等的，拢是相共的，拢有具足这个道根道性，现咱。有稳的灵气，咱再来讲顺家通灵啊。在世间，咱的心内拍开，你放会落来，无家己的思想。因咱只讲道啊，道是讲的啊，但日常生活是咱的思维啊。但金刚经咧讲，母娘咧讲，
你说的甲讲的一定爱合我来啊，你才会当知影全部啊，你才会当齐全啊。今日母娘咪是讲，啊，你修道拢接伫道的这个空性，啊，你世间这个身躯无，啊，你无去做啊。所以讲，你知影了后爱去做，啊，做好伊成就，了后一直复习。啊，你若知唔去做，啊，不如就卖知啦，安尼较袂艰苦啦。所以讲，这个道理你慢慢了解有无？你一定要家己去经营，安尼才知影讲你经营的方式，达到什么阶段。所以讲，这是咱今嘛个人的经济啦。你这条灵会当现到这么清无？这就表示你经营有入啊，你的作业有达工安尼咧整理，是咱顺着入境。这个天意啦，咱再来讲顺家的心啊。无形伊爱咱真稳的灵气，我有这点清净，拢是天性的。母娘啊，伊爱我显会开，因为这是咱无的灵家，上苍伊的天性。咱只有得通先天的本性，是咱以元灵的天界。咱再来讲向着无形心的在，传着这点灵天的神，咱才有这么稳的灵气。是你顺着通天的清净，老母娘娘啊！伊再来讲顺家的心灵，伫我有遮尔精的灵气，我再来讲顺甲通天，咱的本性呢？我有显明这点灵性，这是咱开发先天的本性，落伫稳定的灵气，咱只有行向先天的心灵。落地清净的法界，咱只有向着先天自在。我爱是一点灵天的神，今仔日咱只有神的力，伊这个光，伊所有的气在永远，伊的力无法度去讲的，不可数，就是不可说。所以今日咱灵一定要有神这个格，伊才有无形的力量，永远拢是这么清净的化的，这才是咱的本来。今日要学会咱的本能嘛，就是咱的能源就对了。安尼咱才会当讲清家己的心嘛。今日我爱是元灵啊。当然啦，元灵就是甲母娘合体啊，安尼咱才会当归一体嘛，一体生万万心嘛，哦，所以讲万心，你若真正修到你无所着啊，执着就是讲你无定啊，哦，迄个定是假定啊，哦，今咱咧讲定是真定啊。啊，执着的人就是假定啊！安怎讲？伊都唔知影道理，伊固执伫遐，定伫遐就对啦。啊，定伫遐是怎？就这个命无法度运，无法度运就无法度转，无法度转这世，嘛是同款啊。佮照常安尼，甚至佮较害啊，误家己嘛。是咱会当讲的一条青天的神啊，带到这么顺。今日才有母娘啊，这么柔顺嘛。因为母娘这个地表是顺天宫嘛，伊所谓运行嘛，安尼才有法度来配合着现主时咱的气节、气候嘛，个空气就对了。所以讲，
这条则是咱本源本性，咱找倒转来的原神。母啊，伊是顺老爸啊。咱用马来讲就对了，马公较早拢爱，或者系战士将军有无，徛出来烧钱啊。但是马母永远是对这只马公行的，咧服务马公的。所以讲，咱这个六畜相关在讲马、牛、羊、鸡、犬、鼠。鸡就是鸡啊，犬就是狗啊，鼠就是猪。是咱有这条现世灵气，咱再来讲顺甲现的情。过去啊，咧祭天有无？皇帝祭天啊，就是爱用着咱即卖咧讲的鸡啦、牛啦、羊有无？啊，甲签了有无？啊，再甲。这个肺啊，甲肉体有无？再用白布啊，啊压一个空有无？再甲弹落去，啊了再甲用土再甲复原，甲带咧安尼。皇帝祭天爱度只个精神就对啦，精神互伊无罪，后世人尚无还阁做人做神啊，下一个业就对啦。啊，今仔咱人每一个人拢有业啊。大业、小业、轻业、重业啊！所以讲，咱是毋是爱家己来了解？这才是真诶啊！咱家己欠少，家己来行啊！真理诶灵气，只有悟出咱诶心性。世间啊，倒一间宫，倒一间馆，倒一间。庙拢共款啦，庙就庙师啊，官就是道官啊，道官就是咱讲的讲道教的啦。啊，若庙师就是讲佛师啦，这意思。啊，当然咱即卖咧讲的，就是敢若讲有姜啦，有灯啦，有灯啦，有烟啦，有弹啦，有无？临时起弹有无？真济，你来看。真侪导师啊，临时去起弹有无？就敢搭一个，啊，咱布棚了，啊，再吊一个有无？咱讲实在念落有无？啊，就伫遐起弹来，敢若像讲来超度有无？啊，来安慰现主持有无？这个死者有无？要为倒去安尼有无？所以讲，迄拢是一种形式啦。你着盖棺论定啊！你阁叫什么阁较高的导师嘛无效啦，除非你在世有这种基因啦，你有修行有无？你的心想要安尼做，在世你的寿年做无够的，爱当靠咱即马遮的高僧，还是导师、道行高的有无？来甲你超啦，来甲你提拔就对啦，来甲你牵绳啦。爱爱伫死个七七四十九天，来甲你念经补忏了，对不？你再忏悔啊，忏悔了，你再无自心嘛，你再无遮欠少啊。啊，你若身躯若无包啊，有无？你对观音佛祖边啊，善财良女啊，行去跟去观音佛祖遐，啊是行去咱即卖咧讲个西方净土。咱西方这个国王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啊是咱姊妹咧讲的，咱西王金庙娘娘的身边，离袂开着安尼的情形啦。咱死嘛爱讲经听经啦，啊，这才会当永远让咱的心清楚啊。咱无爱搁滴落、落落因果的轮回论啦。啊！即个菩萨有无？甲即个神知影讲，这个因果袂当累啊！若累，阴阳加袂离啊！男女情爱有无？啊！你在世间的有无？名名就对啦。你的字头有无？你的钱有无？你的姓名有无？你的富贵就对啦。今日你就像讲，即个做官，
你倒个倒一个讲教，啊，我想要办，除了咱副总统啦，哦，咱即摆副总统，伊就无插代志啊，伊就对官有无，伊就袂讲亲像种大头皮啦。啊，较早迄个副总统有无，查某的迄个有无，伊嘛想要做总统啊。你着向个病，伊哪会放？你着知影讲，咱人的心有无？毋是遮尔简单，你着放会落啦。大家嘛要伫即个角头的有无？要铺头，白道乌道拢共款。真理的灵性，转咱的清净。咱人拢是为着名利在世，要讲讲在气啦，气嘛是共款啦。气就是命运啊，你作弄啊，啊命运作弄，就离开就两意啊，善意甲恶意啊。但是你到迄个地步，大家嘛恶意。哦，正像我拄仔咧讲的，我昨日正像咧讲的，迄、那个州的有无？过去迄个做北部的市县长迄个有无？咧告一个人有无？啊，你啊看媒体咧甲问有无？伊迄个魔王的心就出来啊，恶恰恰有无？三字经搁出来，你啊看，做甲官，啊搁要告人有无？啊，你啊看迄种遐尼凶恶的有无？我唔知咧讲啥，你知无？土匪啊，咧告小贼啊，你家己都做无好，要安怎讲别人是做无好？世间人啊！拢是以道理啦，法律嘛讲道理啊，咱人所有媒体嘛讲道理啊，啊你安尼敢若凶神恶煞嘞有无？啊是要来讲倒一条地，安尼你的身份会愈来愈轻嘞。我希望讲所有即马白道乌道哦，你听落家己爱自爱啦，家己爱会修炼，你知无？做人爱互会尊重你啦，乌道嘛乌道的规矩啊。白道嘛，白道的宗旨啊。但是你以较早的这个世面有无？啊，你着要永远袂放有无？要搁铺头啊，要搁制造有无？现主持讲你足敖的安尼啊，这毋是咱讲一般般有无？你做的工课啦，咱人爱做意义的工课，你做好大的工课啊，永远是心迷茫啦。你愈做愈乱嘛，啊！你要安怎过一生？阿嬷，你去念罗王爷，你就知啊。凶的人哪有可能你会去做神？但是你甲讲这个因果，你甲讲神甲鬼，伊听袂落啦。即嘛伊都说你咧，边有人啊？也无养威啊。人爱真侪经过啦，你爱体会一大一深啦。你才知影讲这个道理啊，是妙用的，足好用的。啊，若歹道理有无？你是真正无法度去试啦，头毛莫试火。像咱即款咧讲的啊，过去咱两三工前有无？迄、那个轮胎去互烧起来有无？过去拢甲罚几万块啊，尔。啊，迄都拢是点火道的有无？啊，即届你啊看，就甲罚500万啊。所以人啊，你无去见到真正的果有无？你毋知影即粒果歹行。今仔是500万，你还阁有法度存救啦？若讲5000万哦，我看你后世人，阁后世人，阁后世人，你嘛毋敢。因为这是污染咱现住时的空气呢。迄有当时啊，输到迄咱人会将啊砸开呢。迄是害人的呢，杀是第一呢。咱的性格杀刀阴谋，迄是杀人的呢，害人的工的这个用具呢。你叫是咧当作，你干那要趁钱，啊，这个环保局也甲我罚足少咧，安尼有无？边仔遐读册囡仔，所有咱即马遮乡民呢，迄是真大的洞呢，一地岩就是迄呢，是咱原始的灵气。咱毋则讲爱去掉肮脏，去掉垃圾有无？毋则讲除秽必臭有无？灰毒吞贼有无？
这就是这个意思啊。是咱有这条聆听的灵性，咱爱转给伊安定，因为先天的本性只有清的呢，无垃圾嘛。爱垃圾就是影响咱即马咧讲修行这条路，甲活落世间咱的寿命嘛。啊，但是你活咧要健康啊，你有迄个空气有无？所有的歹病都去埋啊。代志是安尼咧轮的啊，唔是讲小小意个啊，甲咱无关系啊，迄是大关系啊。是咱这条聆听的心啊，咱再来讲顺家的灵，是咱元素很的静。咱再来讲儒家这么清的心，是咱顺着母源的天理。咱再来拍通。儒家这么静的心，我爱是得通先天的本性。有咱这条灵魂的灵气，咱再来讲顺甲现世界神呐。无形伊的发生，是咱专家这么静的心。咱有这条儒家的灵。今仔咱只有用着清净的心，转予咱心的清凉。咱世间只有心无事，安尼就亲像小新鲜的生活。是咱会当讲到灵天的灵气，咱再来讲顺家显的静。今仔日咱咧讲小新鲜。就是敢若亲像讲仙人，有无？凡人变书变仙人，哦，咱咧讲讲叫做仙贤啦，惊大仙，这个高人就对啦。啊，嘛有做声闻啦，有无？咱八界第七意识个咧声闻啦，啊，这就是脱离着咱即卖咧讲遐垃圾啦。啊，你脱离垃圾，阿嬷这个。咱有第一次世界大战，第二次世界大战，伊时阵的原子弹，即马第三次的世界大战，是咱即马咧讲原子弹的阿兄，核子弹。所有若爆炸有无？你啊看，这个地球规个有无？位个下面的风有无？拢冲起来，这水啊、火啊、这土地啊。拢撑起半空中，所以母娘爱你倒转去上悬这个所在，你就免受到第三次，你这条灵甲你销毁啊。原因是安尼啦，道理就是要讲，互你会当究竟倒转来你的本位啦，啊，你才袂受到咱以后第三次的大战争有无？甲你这个灵。毁掉就对了，毁掉就是咱即马咧讲的有无？咱的灵有无？掠起来钱又食过有无？油的镭钱就对了，没有你这个灵打去有无？无作用啊！再咧讲真贵有无？岳飞的庙边啊有无？大家拢咧钱真贵有无？就是讲钱又食过就对了，钱贵嘛。迄、那个意思就对了，所以讲是安尼，母娘啊，伊爱咱这个囝，唔才讲望咱这个囝有无？会回心转意，回头，迄、那个欢就对了。迄、那个欢当然你倒转迄个欢，伫这个厝有无？伫咱即马这个身躯有无？你都无重要啊，因为是灵魂咧主宰身躯的啊，啊身躯是受灵魂咧切欠的啊。啊！世间人拢是重咱即马即个身躯啊，忘却着灵魂，伊是咱的。今仔我咧讲话嘛是灵魂啊，啊无咱哪会讲灵修？啊无就讲咱来学拳头、学国术、学太祖拳、学高拳、学太极拳，学咱即马咧讲用千拳、用寸拳，身体有用就好啊。身体有用，你甲，互你用甲八九十啊。嘛是爱消掉去啊，爱灭掉去啊！啊，只有顾这条灵魂，
灵魂是啥？你去的清，心的灵，安尼神伊就主宰。咱这个三宝就是精气神啊，爱靠着咱现主是这个肉体的精啊。啊，你唔知我都练这个气，啊，咱的灵唔知做神。所以讲，这一条一贯啊，就一条路啊，这条天线啊，这条金线，伊是接条的嘛。伊是安尼行袂中断的嘛？啊，我唔知你讲，啊你讲，啊你讲讲，啊着坐几工，啊着来念几工有无？啊，这条线是毋是断去啊？啊断去，譬如讲咱一条电线啦，一个阳电，一个阴电啦，爱夹做伙，啊你才会来电啦。啊你干呐阳个夹阳个有无？无电啦。所以讲你这个电线，若去哦，有裂有无？有两三有无？你搁较拗无？冇迄个痕迹啦。要通电比较就较困难啊，有无？因为受到障碍啊嘛。啊，咱这个电波就是安尼，咱的电能就是安尼啊，不爱互伊顺着，不爱互伊接着，这个意思就对了。啊，当然咱咧慢慢啊过咱这条灵啊，这条灵线啊，是咱有这条现世的天性。咱再来讲顺噶，这么轻。但是你有甲看，咱即马有牛山啦，有无？啊，咱即马咧讲个凉风，敢若亲像咱咧讲雨伞安尼，有无？迄是一种代表质啦。咱灵有无？伊惊去顺着，爱用迄来保护啦。敢若亲像咱落雨，啊，着爱穿雨满，爱拿雨伞，有无？才袂淋着咱现主席的身躯哦，淋去这个意思啦，啊嘛是避凉啦。因为咱甲看，你也看，咱即届去新加坡、马来西亚等啊，真侪人拢无适合迄个气候嘛，真热，啊，佫爬起来游览车，啊冷气吹有无？啊是咱坐飞机有无？拢有一挂会传染的有无？各国土有无？各种人无同啊！哎，所有的飞行器的空气是有限的，所以讲底下咧呼吸就会传染啊。所以坐飞行器上好是戴挂口罩啦，保护家己啦。啊，这唔是古老呢。哦，所以讲坐飞行器你也看，即卖嘛是会当讲穿拖鞋，你就会当坐飞行器啊，互你愈轻松啊，啊愈自由安尼啦。是咱会当讲的这条天元的灵性，咱再来讲顺噶定咱的心。我爱是这点灵魂的灵性。世间来讲清净，清净就清净就清净性啦。伫咱个人，咱就会当逐工体会。咱就是，譬如讲，咱若较热，爬起来，咱就淋一个身躯嘞。大家讲叫做冲凉啦。淋一下，咱是有较舒服。过了，若准讲有闲，咱过来淋一下身躯嘞。要困，咱淋一下身躯嘞，爱着清气啊，清气你着困会去啊，无负担嘛。啊，你平常时若拢洗身躯、洗惯势啊，有无？啊，你若准讲无洗，一工哦，你着足来尿了，有无？所以讲，咱人有无？若真正疲惫个就丢啦。你去病院个时阵。那戆戆戆渺渺的时阵，有无？你唔知影人的时阵，拢袂紧咯。但是知影人的时阵，你一天两天若无洗头、无洗身躯，你足恶杂个。啊，所以讲，这个垃圾咱是毋是爱甲丢掉？因为迄是障碍嘛，会惹咱人的心烦恼嘛。是咱一条青天的灵气，今仔咱要做神的工课，咱要修自性。你一定要分明嘛，你讲袂明，别人讲的明，你会懊恼嘛？你会家己晒太啊，变遐侪哩人有无？啊，你若烂烂的性，我都唔敢讲啊。啊，你若一般般的性有无？你绝对讲我不爱输人个啦。别人会有甲这个成就，我嘛要爬起来这个成就啊。啊，当然你若烂烂。你就要照安尼一般般的，阿母安尼嘛要禽兽类的有无？啊，咱就唔免阁讲遐多啊。你只有来遮参就好啊嘛。
因为你都无想要进步，无要想改善你的性质。你安怎甲讲，伊嘛是同款啦。你今仔甲讲，有听一两公啊啦。啊了，伊嘛是同款，做伊的工过啊。一喊两喊，就三喊，就是四人呢。你来看，这个咱所有这个寿命是无情的呢。意外来来，这就再见了。不是讲你靠足用呢，啊！我安尼一直算，算讲我这个月偌济，这一年呢偌济，过三年以后我会当讲中偌济。这个中间，你若小可有突出，有灾难有无？你都爱负债啊！你过算到后满，要过来讲，会当互你讲，啊！我会当过剩偌济？人免遐够算啦。上高算的主角孔明，伊都家己的命都保袂掉啊！佮算到你起码有剩的物件，顾命较要紧啦。是咱会当讲的灵天灵性啊，转到咱这么精的本心。唔则讲真侪人讲要办事，顾你家己都顾袂得啦，你要办事，主角孔明佮孔子上佮厉害啊！伊都唔敢共算命，伊都唔敢共保证讲你明仔载会活袂活啊！你要安怎共算命？是咱爱讲到这条灵天的灵气，咱只有尊重。今仔日咱会当做参考性，你有危险，当然你要紧做布施来度，这是上界正确的。你欠福，若无借福来补，这个福永远是欠消的啦，愈欠愈大条啦。是咱有这条现世灵性，今日你讲经嘛同款啦。你讲未佮意家己听，就是你即马这个有无？你的灵无法度佫进步，这就是你平常时啊，这个心放无开啦。今日恁所讲的，爱讲到咱真正听会入的，你听一条，别人嘛是同款心嘛，伊才会影响伊的心，听会入定啦。你听会入定，这个心定条条有无？才袂去出去外口惹是非啊。啊，你若灵感变化有无？这个心，你受到灵感变化，甲你引导有无？啊！你所有捌的灵异，这个区域有无？这个场域啊，就是这个道场的区域有无？啊！你着照伊安尼甲你引，就叫走去啊。所以讲，咱只有心定伫遮，才有老母娘怎么服咱的？这个真正的光辉啊！无咱来讲的灵光，互伊会鲜艳。啊，灵光若暗有无？毛病就来啊！唔是流，就是癌嘛。较轻上无嘛，有一挂敢若像讲人捏啊遐个无，会破空啊，迄就垃圾啊。唔要讲啥物，做垃圾，病就是垃圾嘛。有在讲你这個人有病，有病就怎？你就无元气啊，你会消散落吧？你也看过去有无糖尿病，喂，足大颗个，慢慢唔免。一礼拜有无？上无瘦到20kg，伊嘛咧欢喜啊！吼、哦，我真来去麦当风有无？一公斤10000块，伊啊讲我毋知赚几万啊，命都用要无去啊！伊搁咧讲赚几万，用这个有形的钱伫遐烧赌有无？拢是暂时的。今咱爱是咱自家己会当成长，加布施。加低价，加忍着，安尼你才会当精进。精进到咱现主持的禅定，甲你的觉者，安尼你的智慧啊，你才会出来。智慧出来，你才有真正的心光。这个光，伊才是无限的力量，会引咱这个灵暗，因为一定破千万年的黑暗。咱到尾啊，要去咧天顶，还有经过一个黑暗洞嘛。所以讲，咱个人这个心顶啊，你永远爱多嘛。
你才会当行过着迄个黑暗洞。因为咱今仔日咧讲的精是伫多在啊，咱的气是伫心肝窟啦。到尾啊，你要有做神哦，爱经过咱这个烟喉啊，十二顶楼这烟喉啊，你必须爱经过这个黑暗，你才会当出来这个嘴的见光明啊。人要死，你就知啊，伊会一直吐迄个烂糊糊。呼呼呼呼，吐到哇，迄个痰有无？来结咱这脑肚啊，或者十二咽喉这个哇，这一个脑底啊，啊，痰嘞，讲一下就去啊。所以讲，你才知影讲，咱人生嘛艰苦，伫生这个当中要甲死嘛艰苦，要死嘛搁艰苦，死了啊，搁更加艰苦。所以讲。是敢若亲像苦海个啦，无我都去讲个苦啦。是咱即条正天个法界，咱今仔要离开着四生六道，来到第七道苦集灭道。所以讲苦是伫第七个，第八是集外来要治即个苦，苦要哪治掉？你要倒转来，即个灭道是清净个。你灭一寡杂事，灭一寡杂乱，一定爱靠这个道，哦，靠修道来甲你教育，你这个苦啊，你才会离这个苦来得乐。所以讲，你要甲自清自净的时阵啊，一定爱靠这个道理来保险，主持你这个心的迷疑啦，安尼你才袂当只有疑问。你才会当愿意行倒转来，啊！若无，咱拢是流乱。伫咱即马即个苦海，你知影苦啊？但是你想要转去，你无即条因素。世间就是安尼啦，无去拄着贵人啦。即个贵人，就讲行伫咱头前，佮做较真标准，又受着正统的训练。世间要有正统的训练，我看。唔是无啦，真少数啦，拢是对这经有无来训练起来啦。但是伊都无亲身啦，敢若亲像咱的实践实验嘛。咱即马就敢若亲像讲有照着母牛啊，即马咧讲这个道理来伫只经营啊。啊，你欠这地啊，啊这地爱开发你的灵性啊，你的灵有无？要有这本经啊，要有母经来助你啊，啊你才有法度有这个命，你才有这个气，才有法度运运，你才有法度变变，你才有法度化成样啊。这不是一个抗战讲啊，你甲我加持有无？唔则达赖喇嘛有无？来咱台湾两三遍啊，伊笑讲咱台湾人有无？真正的迷信啊！伊咧讲讲，你即马安尼无提钱予我有无？我嘛是平常时的人啊！你要叫我加持，我无力好甲你加持啊！但是咱台湾人都伫大家跪咧有无？伊跪伊嘛看会跪跪跪拜。你即马有无？都提一个物件为你头壳甲你捂一个有无？讲安尼甲我加持，红包都搁提予达赖喇嘛讲，达赖喇嘛讲，安我是真正，我嘛是同款甲你安尼，你要提予我。啊！我无甲你提嘛，歹势啊！啊！一届达赖喇嘛伫遐咧讲经有无？啊！外口的人有无坐甲啊落大雨啊！咱台湾人都拼出咧外口，吼！达赖喇嘛伊咧讲发雾发水啊！你看发水来啊，将我走出咧外口有无？要洗垃圾啊！达赖喇嘛讲：恁紧急啊，紧急啊哟！伫外口南湖是会感冒。台湾人就是戆加戆，人台湾的妈妈讲，伊真正都无功夫啊！啊，我嘛捌讲，我无功夫啊！过去一个高阳的，我先天一气迄个啊，伊讲无形的，哪有咧无功夫？嘛甲我大声细声，所以讲，你的心呐也着功夫啦，你的心呐善了无，哪有功夫？大家拢平等的道行，你个佫看安尼好无？啊，咱卖就是卖伫遮，你伫遮无通，你就踢伫遐。
啊，这个你是不是爱拍破？那无拍破，你哪会知影讲？啊，伊咧甲我加持，哦，伊咧甲我灌顶，伊咧甲我抑制，伊咧甲我洗礼。迄是暂时性的模样方法方式尔尔，要引你真正入来修行这条路中就对。哎，是暂时的，你唔当当作是永久性的呢。咱有人真侪讲啊，我都去斋戒啊，我安尼不得了啊，有无？嗯，啊，你这干那修嘛，杀道因妄尔尔，世界尔尔。六祖啊，伊讲心病啊，何劳其戒啊？你心若健康，你心若莫贪，你心若莫执着，啊，你当着发何物苦啊？去戒遐要做啥？免就抓啦，是咱这条聆听的心啊，咱的行会顺时啊。啊，无保留袂讲自由、自然。自在天然浑然啊，所以讲，咱爱是青天的本性，心啊，难做伙嘛是自自然然啊，唔再讲强一心，是咱聆听的法性，咱来对着无形这么稳定，咱再来讲顺噶这尊神，神伊才有光彩啊。伊才有光明啊！伊才有这条光明大道啊！今仔咱爱是咱的心的光啊，亲像明镜。神秀啊，讲明镜有无？爱有一个明镜台啊！咱六祖啊讲明镜夜会台啊！明镜就是咱的心清悠悠啊，心是无形的，你爱迄个台是要做啥？是毋是土生安土？所以今仔日，咱要明心就是明镜。今仔所有一尘不染有无？咱所有的世间的欲望要入来啊！啊，这才是咱真正的明镜嘛。无输嘛，镜你即马所有镜，伊就静伫遐，但是伊的作用真大。你一只牛来有无？迄、那个镜。嘛是共阮牛的笑的相啊，笑出来啊！你一只鸟鼠去，嘛是共阮迄个镜笑你的名鸟鼠笑甲明明啊！啊，你搁看伊安尼敢有猪？哎、欸，你人我这镜，你人来我才互你笑，安尼就是固执啊！所以讲，这个顶固执就是伫遮啊。镜伊哪有讲你啥物来？你有包括手啊，包括底个来，伊嘛是互你笑。啊，所以咱的心爱亲像明镜安尼，什么代志来，你就会当甲化解。唔则讲，咱爱行中和有无？这个意思就对啦。唔免足讲，啊，你是垃圾的，你是清气的，今日你就超越啦。这代志你都拢经过啊，你拢知影啊。啊，你搁去染迄个尘埃，是咱今嘛在讲的无？看咱修学，咱咧讲敢若菩萨咧啦。菩萨伊都清气啊，伊是怎啊有烦恼？烦恼才会众生啦。伫因果道安尼一直参足落去哦吼，拍拼伫遐哦，贪嗔痴哦，三毒啊，染迄个毒素，伊咧唔甘啦。今日嘛同款啊，咱行这子子孙孙世世代代这修学，因修持行唔着路线，啊无咱哪有这么侪媒体有无？你讲说苗的迄个有无？阿天的甲阿残的有无？所以讲是咱家己爱谨慎啊，啊你家己若要渡孤洞王有无？迄甲咱细田的、阿天的、甲阿贤的，是无关系呢。因为冤食生狗嘛。啊，你甲冤啊！你物件要给这个阿田的、甲阿天的有无？你到尾也要安怎告人？只是你家己动妄度孤啊，唔知影好歹啊！
你心谈讲，哎呦，伊有迄个灵光，伊会当助我永远有无？拢是遮尼好个，拢是会当驶这个真正的名贵车有无？你若心莫贪，你哪着搁去送遐物件？啊，你哪着搁靠一寡遮个无？你个学弟学长，啊，遐拢学生啊。你来看，啊是要安尼去讲？是咱知影讲，现主是个灵性啊。较早，咱即摆咧讲个话，总裁嘛共款啊，伊嘛是拢收集一寡遐拄则毕业个大学生啊。啊，遐大学生有无？你若要入个总裁个时阵有无？着创一寡粉，啊，着创一个盘，啊，点一个火有无？啊，你着爱点灯有无？啊，着爱创一个你所有个纪念个有无？佛像啦，啥物像有无？手环啦。啊！你爱予咱内底有无上座，甲你加持派呢？好，你着永远的幸福啊！啊，总台尾后有掠考真济个大学生有无？啊，尾后因阿兄有一个歌星有无？再去甲弄开有无？啊，无总台有无？伊请一个有无？咱台湾啊，保级个木姓区个啊！迄、那个去比赛，拢冠军咧，伫咧做保镖啦。你啥物人敢去遐乱？你知影一个组织，毋是遮尼简单啦。毋是你个人一个两个有无？伊着要信你阿猫阿狗啦。是咱有这条青天的真气呀，咱再来顺甲通灵的心。有咱顺甲遮尼清的天界，咱再来讲顺我啊。有在在嘛？母啊，有伫遮无？母啊，随时，啥物所在，拢有母啊。伊会去伫遐，伊会神威伫遐。所以讲，今仔日咱会当讲，以咱的静心，你就会当甲母娘联系啊，联络着啊。尽在咱个人的心啦，你有开无？今日心无开有无？你著包括天公祖啊，乌面的嘛同款，粉面的嘛同款，白面的嘛同款，金面的嘛同款。你家己都拢自封条咧，关条咧，啊，遐敢会入来你的心的，甲你烧火的？啊，天公，你什么面的，甲你有关系的？当然是无关系的。因为搭不上线嘛，是咱会当讲到这条灵天的灵气，咱要知影有这个无形的神，神是普遍的啊，遍地啊，到处拢有诶啊。所以讲，咱讲的是这点灵性，咱世间看无神，神看有咱啊。所以讲，咱的心若静，神就甲你相通啊，有无？神就甲你感应啊，有无？啊，你就醒起来啊！因为这个神，就是咱即卖咧讲的啊，咱的内部的啊，内部就是咱即卖咧讲的啊，风伯啊，雨师，这个电雷公。电庙、分中军，这是咱的五雷啊。雷部的，伊若落来无，甲咱即摆咧讲的，咱过年了入春，雨水、惊蛰、敲雷啊，这万物就醒起来啊，就会当重生啊，春搁复生啊。所以讲，今仔日咱来知影讲。咱是爱家己振作家己啊！咱即世人爱回春啊！所以讲，人有讲，人咧甲咱治治疗的，无讲妙手回春。你会当敢若亲像过去的花朵再世就对啦。迄、那个医术高明，你的心量阁有出来。所讲的，就是离袂开着咱的心态啦。你的心神即阵啊，真理显来，灵发生，拍通原始显的情，
顺着这点灵气的本性，咱再来讲儒家献的情。好啊！
hello, I am.Oh, you